上个世纪一个大骗子用欺骗人的方式推翻了一个政权，建立了自己的王朝，而这个王朝又用欺骗的方式欺骗着年轻人，让年轻人上山下乡支边，在此之间他们又用欺骗的方式，用未来多么美好的方式去欺骗着年轻人。而当这些年轻人觉悟过来的时候，就不一样了。你以为人们会忘掉过去的悲哀啊？好，今天武汉发生的故事，看看。我叫你们的户口好歹你们就该下岗，下岗，你们是官岗，你可以藏不成功的了。